如果回家之后发现，哎，怎么突然血尿了，突然大出血了，突然手脚走不动了，有这种情况下呢，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组织受伤，产生一些出血或血肿造成的。但太严重的话呢，那就建议要进来，我们要再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地方，需要做处理的。像这样的并发症的出现的几率很少，目前在我们医院做几百个海服刀的治疗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临床上的文献报道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。